安怎只有秀英有啊？泽凯，恁拢大细心哦。唉，人大细心是应该的，因为你讲不是秀英对吧？我当然有帮恁准备啊。来，我怎么可能忘了两位美丽又大方的同事呢？哇！啊，不过这根本就是差别待遇啊。人要懂得知足感恩，人买给心爱的人蛋糕，阁会是着咱，已经就有当最爱啊。是啦是啦，为滴单身狗没人权啦。泽凯，其实吼，你根本就免替阮准备啦。也唔过，多谢哦。就是讲呗，阮哦食狗粮就会食饱啊。其实我甲秀英根本就无安怎，根本就无安怎。你两人全是粉红泡泡呢。女孩他们们早安，早安。耶，粉红泡泡来啊！走。哦，那有蛋糕啊？啊，对，泽凯特别为你准备的啊。来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姜片红茶。免这么麻烦。今日熊熊变天，你穿这么少去拜访客户，那是寒是干嘛？哦。今天给大家两个。补充能量。就好啉的呢。好啉啊。就好啉的。我把这什么啉？就新鲜的啦。阿毛，我即马去帮恁两位泡茶啊。没毛用啦，我甲雅玲吼是甲客户约啊。对啦，阮甲客户阁有约，等下阮再家己去啉啦。哎，那个爱心姜茶吼，就好专属的秀英就好啊，是专属的。我先去点火啊。啊，你是来创？你茶拢无啉就走啊？今日啊，等一下来凉气都无好啊。谢谢我。啊，你的手怎会这么冰？不然啦，现在天气没这么冷。啊，不过你的手很冰的呢。啊，很多男孩子手都会很冰的，我不是唯一一个。你这样有可能是循环不好，咱以后放假会当做去运动。啊，对了，以后上班进前，咱买当做去晨跑。晨跑？嗯。啊，恁家住遮尔远？我会用为着你搬去恁家附近啊，还是你愿意搬出来跟我做一段，安尼如何？你想想济啊啦。我咧以后咱的囝要叫啥物名，拢想好啊，安尼敢有算想想济？你这就夸张呢，我不爱跟你讲，我要点火啊。我这么用心照顾你，敢会当给你讨一个小奖励？什么奖励？啊，今麦伫公司，你要安尼啊？那安尼无伫公司，是不是就会使？秀英，是啦，我以后袂干嘞，你莫生气啦。过啦，莫讲。秀英啊，泽凯对你的心意，我拢有看到，你唔免歹势啦。嗯，啊，咱公司阁毋是正职办公室恋情，嘛是歹势啥？对啊。所以讲，你拢知啊。当然啦。泽凯只有对你才会这么热情，有目睭的人拢嘛看出来。啊，你袂感觉讲我甲泽凯年纪？拜托诶，即卖啥物年代在乎年纪？你无听过一句话，身高不是距离，年龄不是问题，只要你开心，何必在乎是不是姐弟恋？就是讲诶，到底是相公真爱男大女小？嗯，原来大家拢知影。搁这么看好我甲泽凯，只有我家己搁在烦恼。唉，秀英啊，你吼，你着要想想者。啊，就算讲你离泽凯大较一岁，甲别人搁有啥物关系啊？
日子吼是你家己爱过的。啊，你莫管别人想要讲啥物野话啊，只要你甲泽凯两人坚持要做伙，爸嘛无法度啊。嗯，秀英，你放心，有人若讲野话，我会挡伫你的面头前，让因掂掂，袂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你也对泽凯有信心哦？就是讲咩？之前吼看到泽凯对你这么好，你拢不爱插伊，包括亚玲吼替伊出着急的。啊，今麦看到你吼行做伙，实在足欢喜的哦。多谢玲啊！要多谢阮哦，请大家吃饭，安尼顺续替恁两个庆祝一下。当然好啊，咱会用去阿扁阿姨的餐酒馆，我足喜欢遐个气氛，啊，无咱夜晚就去，好不？因阿妈，对啊，啊你是要送回是？林刚啦，你要送回哦，无我陪你去啊。唔免啦，我一个人就用啊。今日雄雄变天，你车呢穿甲无够少，我今日感冒。啊，唔过迄客户一直拢是指定我去送回，我当然爱去啊。小英啊，我要甲你回事啦。其实我讲客户指定你要去送回是骗你的。骗我的？对。就是因为你自己拽泽凯，啊，阮只好想办法呢替你制造机会。啊，不过即摆看起来效果袂歹哦。啊，恁真正就过火。吼，那不是阮两个人神助攻，恁敢会这么紧就交往？啊，我想吼，恁应该袂想阮两个红娘的气。应该是袂吧。阮秀英当然嘛袂想恁两个去，伊只是歹势。歹势。你进去上班。好。阿叻，我想去上会啊。我是去上会啊。哦。你爱穿较少的哦，你爱照顾好家己哦，放我。哦，尤秀英，你真正就无路用的呢，啊，不是无谈过恋爱啊，去用破鞋就歹势啊。想想对对。